上流柱来上菜。哎，上流柱看一下镜头。嗨，大家好。嘿，那请问为什么切菜要在客厅？要凉啊，有冷气啊，才不会中暑啊。哇，那天热的要死，对不对？哎啊，等一下进去炒就开始给你热了。好啊，这个是那个尚太太，你先洗好，对不对？你要今天要煮什么？这样拌茄子。好，你现在切什么？切九层塔。哎、啊，用香菜也可以呀、啊。哎，买不到香菜，我就弄这个九层塔、嗯啊。这里面有什么？蒜头、辣椒。好。哦，九层塔，等一下要葱。然后骂你要不要看给人家看一下你买的蒜头？啊，骂到没力气。漏气，头一次买的。上流猪贪便宜啊，然后就买那个很便宜的那个蒜头，就超小颗，然后非常的难剥。他说气到想赏自己一巴掌，再也不会买这么小颗。再切点葱末。哎，对。这个茄子腌鸡茄腌鸡就是挖腌鸡那个腌鸡哎，腌汁茄，这较好食，这较好食，较嫩的，较袂定心，较袂什么？较袂定啦，有迄茄仔定壳壳，用起来就不好吃，而且炸起来吼，它会软。哦。啊，你煎的时候，我着甲煎料啊，较迄落的就好。较迄落是啥物？啊，软有感觉，小可软，拢歹定铁铁的迄。啊，就安尼较紫色诶，吼。较紫色，哦。哎，较紫色。啊，直接切断，不用对火。不用。我妈这里叫我拎起，给就好诶，吼。哎呀。嗯。所以上流猪你都是坐在客厅，然后把料备一备，再拿进去炒，对不？对。嗯。笨蛋才不要坐在客厅。好，啊，你们讲咱两个顶爱直播是笨蛋。哎，没有啦，你去戆戆。这个桌上这么乱，你也坐在嘞？啊，无我坐啊，你就是要坐在这里吹冷气。来，喝一口茶吧。上流猪虾要先干嘛？现在。热油了，还要煮一下，要煮那个。所以你茄子是要用煎的，对不？哎，对。好，先热油。好，那现在呢？这里头有那个。要调那个酱，对不对？我们是酱拌茄子。好，啊，这是酱油，一般酱。酱油。还有酱油膏。酱油膏。这是什么？糖。然后把它拌一拌。对。那个妈，那个油要到什么程度？要滚，还是你要等得了情况嘛？哦，油要够热，不然会怎样？会变咖啡色的，颜色不漂亮。哦，油要够热下去，茄子才会漂亮。然后刚那个我上流柱，我先测试一块，丢下去，它要马上炸，炸。哎、它炸多久？炸到没几分钟了，差不多看一下那油，这个就好了。你要自己用眼睛看。啊，上流猪，你的衣服怎么跟刚刚不一样？啊，没关系啊，刚刚出去穿那件比较凉爽啊。哦，其实是他想说刚刚那件不好看，现在再换一件比较漂亮，昂水欧大版对吗？哎，好。啊，有化妆哦，来笑一下。嗯。我那炸一下下而已呢，哈。对了，还得按炒个熟的哈。哎，还有有一点那个。妈，那油够热，一下去那个就修好金黄色了，对吧？哎，你看哈，你就变这个颜色很漂亮了。哎你不够热放下去都是咖啡色的。哎。茄子就不漂亮了。哎。好，把它沥一下哈。好，旁边炸第二批。妈，为什么要分开炸？为什么不要一次下去？啊，那么多啊！那么多会怎样？油会不够热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哦，呵。你要拍子。哦，好。你顶管的字无对。妈啊，有的人就觉得用炸的很油很麻烦啊，用。不会有，那油你出进去吗？没有啊。啊，根本在用那个水沙。可以啊。哦。啊，你若唔惊讲，唔
较袂芳，迄着用水沙。用安尼较芳对无？啊，水沙就是乌乌颜色啊，水沙无这个桥的色啊，对无？我不是网络都教人家讲内底啊点什么醋，什么什么。放一挂什么物件？不要想太多，吹点油也要呢，吹点是要油脂啊。对嘛吼，而且很香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好。这个有好几种嘛，你假如说要做那种嘎巴叉叉的，好、啊，它、啊、这用好了嘛，啊你嘎巴叉好关一个呀。我知道你讲伊款是个鱼香一款的啦，哎、欸，阿嘛是个啥？哎呀，但是上牛猪这个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妈啊，你要不要教人家这样炸完这一锅油怎么办？啊，有刀个，他带你炒菜会使打包用啊，会使个用对不？你又不是那个炸肉的，哎，不会浪费。炸鱼的就不好。哎，啊，炸茄子还可以再用，都不会浪费哈。炸蔬菜都可以。超级简单的啦，嗯，啊，有够简单无？对，然后最后把酱淋上去哈。今天是没有香菜，所以用那个九层塔。嗯，用香菜嘛，写菜对吗？对，香菜也很好吃。香菜也很好吃。在哪里会有？你放下去炒还更油，用炒炒的更油。所以这个不会油。哎、欸，这个像油都新鲜的油，对不对？哇，碎碎碎！有漂亮吗？有。嗯。